今天是星期五，我们晚上和三个朋友一起在学校附近的一家西餐饭馆吃饭。那里虽然比较小，但是菜的味道很好吃，而且价格也不太贵。我们点了两个凉菜，小葱拌豆腐、糖醋黄瓜，还有四个日菜。青椒肉丝、炒土豆丝、麻婆豆腐、西红柿炒鸡蛋，还要了两瓶啤酒、两瓶果汁、四听可乐。我们觉得菜的味道很好吃，我们的主食是饺子。结了账以后呢，我们就去唱卡拉 OK，因为明天没有课，大家都很高兴。明天早上我想吃早饭以后，我要去买音乐光盘。